京剧和文玩。健身吧，健身，这不用这个特别的要求啊，就是有膀子力气，对自己稍微狠一点啊，稍微动动脑子，哎就行。这个剩下的技术活实在是太大了，咱干不了，太专业了，得重新学啊。打游戏，听人聊天，我还不愿意聊，我愿意听人聊。最大的个人爱好啊，好，吃饭，太爱吃饭了。最大的爱好，可能就是足球吧，足球方面，这是我特别大的爱好，也是我的这个快乐源泉。然后还有这个逛街购物吧，可能特别喜欢啊，就是特别喜欢逛街啊。追星，最大的爱好就是购物，就是我太爱逛街了。我帮别人带东西、买东西，我都开心。别说男的能逛得过我了，女的都未必能逛得过我。爱好没有爱好，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爱好。啊，有些人喜欢跳舞，有些人喜欢唱歌的，我就说实话，真没什么爱好。电视剧加京剧。哟，我这一天生活挺丰富的，早上起来醒了，刷洗脸，烧水啊，冲这个咖啡，然后吃早饭，烤面包啊，逗着孩子啊，然后去健身，中午回来吃饭，然后哄孩子玩会儿，跟他一块睡午觉，然后下午可能喝会儿茶，然后再跟孩子玩会儿，然后晚饭，然后睡晚觉啊，这个也挺无聊的。主要是以玩手机为主，这么说是不是就大家伙都一样了？哎，行行，玩手机吧，玩手机，打游戏，一个人，看个视频，吃饭，看电影，看书，啊、嗯，然后逛那个球鞋网站啊，球鞋，修脚，更多的时间在家，或者在网上，然后看一些潮流的资讯也好，包括看一些电影，然后打发一下自己的时间。待着，听相声。